母亲节就嚟到，梗系唔少得买花送俾妈妈啦。星期六下昼时分，旺角花墟都几热闹，有唔少市民专程嚟买母亲节花。呢位妹妹就买咗颜色鲜艳嘅花送俾妈妈。我拣咗玫瑰、满天星同埋我唔知呢个叫咩花。因为我妈妈中意一啲大红大紫嘅嘢，所以特登拣咗啲同佢一样有色，即系有呢啲颜色嘅花俾佢咯。而林小姐就买咗散装花，佢就话今次母亲节花束嘅款式比往年少一啲。今年个款式啊？比上年啊，我觉得比上年就少咗少少啦。我觉得个范围细咗咯，即系因为啲而家啲铺头咧塞晒入去啊嘛，咁佢就好挤迫咯。咁同埋即系你拣嗰阵时就冇咁自在啊。哦，系啊。但系个款式都比较，因为你摆得唔多嘛，佢哋。今年母亲节，大部分花束售价喺80蚊至几百蚊不等，亦都有铺头大搞促销活动，用两扎花九折嚟吸引顾客。有店主就话生意暂时比旧年好，亦都有店主认为市道麻麻地。因为而家逢亲假日咧，都有一班人离开咗香港啊嘛，咁都影响咯。咁嚟嘅客咧，唔会喺花墟买花噶嘛，即系你嚟300万。國內遊客都好啦，佢唔會喺香港買花噶嘛，呢個係主要原因咯。但係走咗50萬香港人咧，就少咗人買花啦。